犬系亲子乐园跟猫系应该没有什么差别，猫的都很贵，可是我觉得狗应该好不到哪里去。好像七八月有来，然后那个时候米娅录的真的不知道在拍啥回，因为那个时候人超多的，然后隔了两三个人在后面拍，然后都拍到背影，就是根本没拍到机台内的画面。阿轩的那个部分是我帮他拍，所以应该没什么。对，他有出现，对对对。这差120要保，这叫快保吗？超轻的，感觉超难。啊，这个胶就只要30块啦。喂，你看，哎，不讲。喂。喂。是什么？那个保冰。哎，错了。哎，哇，好用。难不成连这都要做档？对，要。啊，把它拆装起来哦，更难夹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就是要等保夹啦。那直接等保。对啊。现在差多少？100，对不对？50。喂。喂。哎，卡好了，没有大头。太远太远。逛新游玩保夹咯，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安迪了。喂喂，哦，大包才有办法通过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大包来了。Q 啦，越过全部的东西，越过山丘，怎么办？不挡了，跟他赌了。不挡了，跟他赌了。出来，走了，吸起来，好，走了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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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刚打母的，拔高到一种，不是高打吗？大陆人说叫高打吗？欸、好像是哎、欸。拔高是盗版的极致。喂。喂。你要包一下子。喂。喂。吸压脚，狼公仔打我啦！哎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？塑料垃圾加一。好巧啊，好精美啊，好像弹珠台会送的定制的盒，它没有麦当劳啊，这里面最贵的是这个盒子，那有跟麦当劳，有啊，麦当劳在这啊，在贴纸上啊，你要自己贴，不是贴纸贴了就告你，好像有了，有吧，哇，这是那种是铁板吗？不懂。夹这台其实有秘诀，对不起，他的秘诀就是先看保夹。好，可以走了。不甩油，甩的不软。完了，完了，直吸，吸点，直吸。他比较小，又从楼上拉下来，哎，还在抓脚会，我回来了，哎，靠，我停车了，大哥，哎，哎，最外面的那个桥，哎，再细一点，刚刚那样是吧？哇，哇，哇，好好好，走了，再走了，再走了。喂喂喂喂喂洗发精哦喂喂喂看我就继续打一号喂喂好，刚有一个右盆就打爆掉了。喂，我让他起来。喂，一号位真的很奇怪，让人家一直想夹。那怎么办？
好吧，剩多少？200多，太多。好，四台六十多。哎、欸、哎，太、欸、大。可以的嘞，超滑的。那两爪的话会怎样？三爪。哎、欸，这是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，完蛋。不完。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、二、一，好了，剩下不多。那跑尾就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挂上来？挂上来好。因为你还是要让它挂上来。滑滑滑！我刚刚已经会烫一次了。跑到这边来，感觉会跑不掉。滑假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把它。翻吗？四、翻或抽。三、二、一，好痛哟！哎，有机会，我勾到两只哦。我们要吗？不哟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喂，四根起来了，只能用硬币。喂，那我们收一下。喂，有了。并没有，这个是猪了，猪了，一爪猪了，干，喂，好累耶，吸呀，胸，妈爱我乖，不会的，刚元素会卡手，喂，刚整包，整包会丢回去，对，像这样，要多嘛，快快，喂，不吸，花什么？不是的，那边是的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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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老师，如果这样直接下去的话，好像很有可能。我干！哇，这样应该可以抽到。哇，抽掉了！哇，这家。喂，他两个可以换炸鸡块。好哟，炸鸡块。我的是啥？喂，直接买鸡块啊！鸡块餐吃到死。好像可以，但好像可惜。有了。这个是硬到爆的，不可能硬到爆的，哎，不可能硬到爆。看它的机体在往内推了，所以好像就只能打它上面，打完就要走了吧？一起被切掉了，不可能先换款式。对啊，那你这个一定会夹，你会直接夹住我。袋子都买，哎，撞到了，那你别太过。好，不可多换。喂，这会出哦，这会出哦。嗯。哎，好了，我准备。喂，我准备。有。喂。隔壁那台，就前面。喂。我。红色的。喂。我。你这结构学的是一个。要求哦，阿海这结构学的。不能确定一下啊。先换吗？先换点数。应该没有点数吧？喂。现在夹到后面了，我是把它升起来，跷跷板，靠腰，超麻的，我们第一爪不是很漂亮，怎么后面那么麻？后面的麻掉了。好了。好了，走了。一堆。他妹子有美女。喂。好玩的吗？也。喂，怎么这么轻松的能脱下来？怎么了？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造型软糖？好糖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用这方式，用推屁股。喂，有了，推了一步。对啊，推动。啊，
这块钱。喂，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喂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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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好了好了吗背景细节拉下来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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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会拖的。喂。臭脸。臭脸。喂。喂。造型真的没有很好，真的好。喂。哎，你看欺负起来，对不对？真的太。好啦，这样三包都出来，好，走啦，走啦。真的真的行。在场的树林人全部走了。是吧？哎啊！铁锅大师，他走了。太屌了吧！这什么意思？可以啊。喂，我好奇这个白发是一直都这样的没？没有，可能会被打爆啊！这个白发。太好住了。哇，这一盒金价三十几耶！兄弟。啊，就是。喂，好了，走。好嘞，他等下会白的。没有抽云朵灯了，应该要更高了。喂，嗯。喂。更等级一点，喂，更低。放不好呢，这好像是不行。喂，刚刚转爽，好像不行。你根本连羊都不吃吧？没有，我吃羊，超想吃。不，就后方羊。对，要变羊小排吗？太爽了！哇，有点厉害，他会转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喂，有了有了。离羊肉炉只差羊肉，现在只有炉而已，差羊肉而已。看你想要哪一个。哇输了啦，找不到人啊，找不到人照寄来了吧？自己搬，那个自己搬货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搬羊肉吧。好完了，喂，这样那个原味好打。哦，又放回去了。喂，喂。自挡了一点，喂，你们自挡起来了，喂，这一点，喂，麻了，喂，好明显耶，我觉得这爪都很难入，对啊，你爪都，哎，干，干，我们讲完抓很难入就突破，正要吃饱了。你这样夹是不会出去，因为它就拉不起来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要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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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的话会怕翻不到。哦。哦。坐下来了。最上最下会怎样？全包。喂。喂。过来一点。再过来一点。喂、欸。有了，有了。你的腿。
欢迎。我想，然后让他再看这挡板上，我想要直接把屁股捞在那把挡板上。是啊，拉屁股起来。好下面拉不起来，我放心。不，臭了。没有，好的，对，要进去一点。那个中心点要往远一点。10块，好厉害！不要动。这个很丢啊，丢了。拉一只鸭身上。随便拉一只，那拉不动啊，它挡着。拉，我不知道包哪一只，随便包一只是吧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喂，你要往前拉才能正嘛，感觉这边喂，你来了，对对对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腰又只差200，要做我们就不理这只黑桃，继续加价。喂，回来，喂，这个呢？对啊，这个要打车。喂，嗯。喂，喂，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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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越多，喂，那么好的，喂，喂，吃一把，欧米吗？对，欧米，喂，这个。那么可能就难出，我黄黑黑。抓了三爪对头，他就不会出货。不让走，他都这样卡着不让我们走，有了啦，紫色脸颊，快点，快点，摸一下右边那个脸颊，真的假的？完了，可以啊，没有，然后跑向后面，哎，阿帅，屁屁不痒。有哎，有哎，有感觉，有哎，有哎，那很多好像关键节点就是，哎，这是你的想法吗？这是你的想法，绝对是，绝对是。哦，哦，要一个，哦，这龙出了，出了，出了，腰子干杯就。出了一片天，有了。好，出，喂，喂，知道。那完蛋。是，对，一些快速一点。有了啦。喂，喂，把这下。喂，来搂喽。一脚，你先下。喂，哎，好，停了。没了。好，又是你，又是你习惯的位置吗？哎，这次没有。哎呦，好像有，好像有！哦，投了190，我这边投了快200，第一个10块点。哎，我跟那个，有这么贵吗？好些什么脆脆的饼干呢？我这样是顶到啊！哎，拿到底下的档吗？中间。哎他40块，你投了190，哎，往下来，往下来，我靠，下来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会转走啊，今天到底吃了几包？不知道，太无聊。完了，
滑了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滑了，又滑了，就这样滑。滑了，滑了，他没有摸。滑，好好玩哦。滑，对，它是前面的话比较好。对，袋子它比较能咬。没有，它还有一个直接不包袋子。看最右边贴墙，先不要碰它。他等下撞到凹掉。刚刚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碰到有碰到？刚刚是靠我脚。跳高，靠腰。我们还在玩。包都很难夹出来。难怪警察来。这包都很难夹出来。直接报警。直接报警。他的说。我还不知道。不要啊！这样好像压满，好走了。很乱，好了，算了，走了，走吧。你们之前听了吗？那如果我有遇过，就是他弹性不太好，你会直接刺在头上，太强了，强到不知道怎么剪。他记录吗？一张吗？这个是我，不可能玩的。本支影片抽奖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抽奖资讯说明栏。我在夹了，那可能有夹到2000出头。我其实前面一千大概夹不到6样，大概只有4-5样。这边计算满车，不算娃娃。有想要拼 SS 的，不要夹娃娃。我觉得这边可能比较好夹的是零食类吧，宝可梦那些，或者是娃娃，还蛮猛的，蛮猛的。来这边捡宝可能比较好。如果你要来这边找出货感，我觉得可能要跳一下。我觉得这次好像比上一次来更猛，已经是一只招财的疯狗，魂飞魄散。大家就这样。然后我里面帮按赞订阅，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等一下，阿轩本来要拍影片的，看我们夹成这样，直接放弃了。没有，因为迷你眼睛投太多了，我应该，我应该已经光看就看够了，妈的超伤口，每一台都麻。各位，不要抢麦当劳上单，跟垃圾一样。